在首期的课堂当中呢，我们有收到许多学员的意见和回馈，那我们也会根据这些意见呢，做出一些调整和优化。接下来我们即将推出针对儿童的围棋课程，课程的内容除了我的讲解以外呢，还会搭配可爱生动的动画，让小朋友在家就可以轻松的学习。同时30天学会围棋的第二梯次也将同步一起开放报名，更多详细的资讯呢，请大家持续追踪黑佳佳围棋教室粉丝团，我们上课见咯，拜拜。